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51页，倒数第四行，从最后的一句看起，盖名真舍之体，方起真舍之慧，故能开花显示真舍之机。如诸法光环照主体，我们先看这一段，前面呢我们也学到此地，这一段的经义很深，这个义理非常的丰富，说明真实智慧必须要先明真实之体，然后才有真实智慧。明真实之体就是明心见性，换一句话说，明心见性之后，真实智慧就升起来了。这个智慧是自信本来具有的，不是从外面学来的。见性就不再是法界了，这是十报庄严土的菩萨，我们知道十报庄严土有41个等级，这些人诸佛的报土，从语言教初住开始，一直到等觉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，这41个位次都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华严经上称他为化身菩萨，一般大乘呢都称他为佛。天台大师所说的分真即佛，智者大师给我们讲6种佛，这是学佛的人呢不能不知道，佛有6种，第一种那就是佛常说的一切众生呢本来是佛，这是说佛就是自信，自信就是佛，一切众生没有离开自信，从性上说你是佛，这个一点都没有说错，虽然本来是佛，现在我们迷了自信了，
迷了自性呢，变成凡夫了。啊，凡夫，好好的修行，最后再回归自性，这是修行最后的目标。啊，从我们文法，啊，皈依。啊，这叫名字佛，有名无实。啊，名字为重啊！啊，真搞清楚了，真明白了，依教奉行。学得没错。啊，学的我们一般讲很如法，叫观行即佛。啊，观，我们的看法、想法，与佛经上相应，真学到了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。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叫观行即佛。功夫得力了，我们念佛求往生，至少要在这个位置。啊，名字即佛不行，不能往生。啊，多少得有一点功夫。从观行，观行还是在六道啊，六道里面每处六道都是属于观行。净土中功夫成片是观行啊，再提升呢是相似即佛啊，相似即。不在十法，不在这个六道了，在四圣法界。啊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那个佛是相似即佛，不是真的。这什么原因呢？佛法里面讲真讲假，它有一定的标准。这个标准，用真心就是真的，用妄心就是假的。啊，相似即佛，他没用真心，他还是用妄心。妄心用得非常好，没错误。也就是说，佛经上所说的，他全做到了。啊，所以他很像佛。啊，这很难得了。四圣法界啊，再向上提升呢，就是分真即佛了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了啊，他真的了，分真是无明破了，真的发生了啊，什么地位呢？刚才说了，原教初住以上到等觉，这41个位次。都叫分真即佛啊！再提升就究竟，究竟是圆满啊！圆满叫妙觉，他不住在十八土，他住常寂光啊！极乐世界四土最高的常寂光土，回归自性。天台大师说得好啊，啊，佛有六种啊，我们属于哪一种？啊，在先前我们属于名字。
有名无实啊。怎么样也要把它提升到观心。观心，我们用功夫得力了。经教我们学了，不过佛法，印光大师说得很好。无论是哪一个宗派，禅宗教下，显教、密教、大乘、小乘。都要根据经典来学习，依照经典来学习就是观心，你才能入门呐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在世为我们讲经教学49年。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。现代人的看法来看释迦牟尼佛，他一生干的什么？一生是办教育，他是办学。他30岁开悟，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。在落叶园。把5个同伴找到了，先跟他们讲，在落叶园度五比丘，然后慢慢僧团扩大了，跟着佛陀学习的长随弟子，1255人。这个也是由少到多慢慢增加的。经典记载得很清楚。最初的12年，佛讲《阿含经》，好比是小学校。阿含里面讲什么呢？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。跟我们讲六道轮回里面的事情。12年小学。12年之后继续再办，像办中学一样的要方等。8年。那8年加前面的12年，20年呢？20年扎根教育。我们要不明白这些道理，学佛从哪里学起？不知道啊。如果我们学佛都能够遵照释迦牟尼佛这个顺序，会有成就的，个个都会有成就。从小学练起。但是这桩事情在中国唐朝中叶以后，中国人就不学小乘了，无论在家出家都把小乘放弃了。所以小乘有2个宗派就失传了，到宋朝时候就没有了。现在没有人知道一个陈师宗，这是小乘，一个居士宗，是依陈实论或者依居士论，有2个宗派。那么中国人不要小乘，用什么来做基础呢？用儒跟道。所以佛教到中国可以说在唐朝隋唐的时候跟儒释道合成一家了，合成一体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。今天讲中国传统文化离不开儒释道。那么这样做法行不行呢？这1400年
事实告诉我们，行比小乘还好啊。这1400年佛门中世世代代都出高人呐、啊，那这就是成就啊啊。所以儒道来代替小乘呢，是好事情啊。如果不学儒道呢，那一定要从阿含学起啊。我们不是这样循序而进啊，释迦牟尼佛不承认我们。在佛藏经里头，释迦牟尼佛有一句话说，就是佛子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佛不承认我们是他弟子，为什么呢？你没有依照他的话去做啊，劣等了啊。那么我们中国祖师用儒道代替小乘，那换句话说，你一定学佛先学儒先学道，有这个基础之后再入大乘行，如果没有这个基础，你就不能入大乘啊。中国佛教陈实居士没有了，那是全是大乘啊，必须要从儒道那里去扎根，很重要啊啊。所以佛办学校啊，根扎好之后，诸位要记住，扎根用20年的时间啊，开始给我们讲真实智慧了，就是般若经啊。般若讲了22年，一生讲经49年，22年讲般若。那换一句话说，般若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的中心啊，般若是智慧。前面20年的底子，明真实之体，放弃真实智慧。啊，真实之体的认知是在方等啊，这个知不是真的啊。这个开悟啊有2种，一种是证悟，一种是解悟啊。学经教这是解悟啊，解悟管用，用解悟这个基础去学般若啊。般若是智慧，能开悟啊。开悟的秘诀在哪里呢？在放下。你不能放下了，你就没有法子开悟。佛法境界上的提升全靠放下，放下3界9地88品见惑，这正小乘须陀洹苦，大乘实性里面的初性位，就是小学1年级啊。你得放下88品见惑，这个放不下了，你没入门呐。用这个标准来衡量，那现在我们这出家人一个都没有，都没有入门。
啊，那换句话，我们搞什么？我们是在佛的幼稚园呢，小学一年级没有到啊，这么个程度啊，自己总得清楚啊，总得搞明白。啊，见思烦恼断尽了，这证阿罗汉果。啊，阿罗汉是个学位，啊，第一个学位好比是大学，学士学位也拿到了。啊，第二个学位是菩萨，啊，菩萨还要断尘沙无明。这个尘沙烦恼啊，这是菩萨的果位了。最后要把无明烦恼断掉，这才成佛啊。佛是最高的一个学位，叫佛陀，好比是博士学位，你拿到了啊，进入这个博士班，无明破了，进入博士班。啊，要提升到妙觉，博士学位才真正拿到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41位法身大士是博士生，还没拿到学位，没毕业，啊，还在学习。十报徒啊，是博士生，博士班。我们用这个比喻，大家好懂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是教学，啊，阿含普世教育，啊，阿含你们讲什么？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。啊，教导我们一般人。怎样过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？啊，目的在此地。啊，向上提升，那就是现在人所说的哲学和科学。啊，般若。法华华严方等里头有一部分啊，属于哲学，属于科学啊。那么这些哲学跟科学，过去方东美先生告诉我，是全世界的最高峰，哲学的最高峰，也是科学的最高峰。今天科学跟哲学里面还没有解决的问题，大乘经上全有。啊，所以我们学佛要把这个认识清楚啊，佛教里头没有迷信的。啊，句句话都是真实话了。明心见性之后，智慧开了，啊，住真实慧，故能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啊，这才真正能够担负起佛门教学的工作。啊，他有智慧，他有能力教学，啊，帮助众生，这个话是转变的意思，啊，化恶为善，这个对初学的。啊，对小根性的人讲的，
对中等根性的人是化迷为悟，对高等人来说呢是化凡为圣，啊，这教化了。教学的目的是要变化气质，这个教学才是成功的。学生如果没有变化，这个教学不成功啊。啊，这教学没收到效果。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教学目的是成圣成贤，读书志在圣贤。啊，佛教的教学呢，目标是在成佛成菩萨。啊，学佛为什么？为了成菩萨成佛。啊，佛菩萨是学位的名称，这个学位名字也有讲究的。啊，佛翻成中国字是觉悟的意思，圆满的觉悟，没有一样不觉悟，这是佛。觉悟而没有圆满是菩萨，啊，觉悟到圆满了就叫成佛了，啊，那么这是说明佛菩萨教化众生，啊，他所评级的真正对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明白了，啊，这个没有明白，不能教学。啊，这个明白之后，智慧现前，啊，这开始教学，如光如柱发光呢，还照诸体，就教学相长。一方面帮助学生。成就他们，同时也成就自己。啊，教学不断提升自己啊。啊，这是智慧，这是乐趣啊。啊，夫子所说的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？啊，佛法里面讲“法喜充满”。长生欢喜心，这欢喜从哪来的？悟啊，天天有悟处，时时有悟处，他怎么不快乐呢？啊，学佛是个快乐人生啊，得真干。教学相长，我教了54年了。前面20年，我们没有任何设备，所讲的经啊，也没有办法留下来，讲完就完了。啊，20年之后有了录音机了，啊，没有录像可以录音，啊，那个时候开始留录音带，啊，那么在20年之后。我们又提升了，
开始落相了。10年前，我们有了卫星了，有了网络了。讲经教学，利用这些科技，在全球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收看到。这是最近10几年的事情。那么诸位同学，如果听过我过去所讲的经，20年前所讲的，10年前所讲的，跟现在所讲的，你去比较一下，你会发现了进步了，讲的不一样了，越讲越清楚了，越讲越明白了，越讲信心坚定了，愿心恳切了。教别人，别人得多少不知道，教自己清清楚楚啊。54年讲经没有中断过啊。一堂过不去的就是我一个人了，一堂过不去，听众没有听得这么完整了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这才有成就。那么现在也想听课，一堂不缺，做得到了。为什么呢？有录像，有光碟嘛。在家里学就可以了，不必往外跑啊。东北刘素英居士就是一部《无量寿经》的一套光碟。听了10年，一边听完一边再听，听了10年，他成就了。这是我们求学最好的榜样。他在求学过程当中不认识。学成之后，我看到电视台采访他的这个光碟，我才知道这么一个人。找人去打听，他住在哪里？电话找到了，我跟他联系上了。了解他10年的功夫啊。真的成就所以现在团体里面修学很困难，很不容易成就。那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头，10年不出门，真成功了，得念佛三昧耶。大彻大悟没有，但是大悟有。为什么？没有学过的经，他都能讲得很好。这就是古人所说的，一部经通了，一切经都通了。他有这个能力。所以他可以讲经，他可以教学，这个是如来真实弟子。
啊，下面再回归到极乐世界，故极乐水鸟树林，一色一香，悉皆圆明具德，夜夜皆是圆圆果海，皆是真实之极。极乐世界是一个学校，我们要想成佛，都要去上这个学校。啊，这个学校啊，太好了，一切设备俱全。啊，老师是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在那边讲经教学，一天都不中断。啊，诸位想一想，十方世界，每一天有多少人到那边去往生？每一天去往生的人，可以说是无量无边、无数无尽的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，十报庄严土。是应身，啊，是报身如来。方便土、同居土，是应身如来。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大众，阿弥陀佛的化身。啊，他有能力化无量无边、无数无尽身去接引往生的人，因为他发过这个愿，凡是真正发心求生净土，他一定去接他，慈悲到极处啊，一个都不漏啊。啊，那么到极乐世界，你不会退转，你永远进步，不会退步。啊，佛教你，十方诸佛也常常到极乐世界去上课。对，老师是诸佛如来，啊，同学是菩萨。啊，大菩萨也会帮助这些小菩萨。弥陀经上说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那个上善是等觉菩萨，是后补佛。啊，地位像观音、师至、文殊、普贤，啊，这些人，啊，他们常常在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，啊，像担任助教一样，啊，帮助这些学生成就他呀。极乐世界六尘说法，所以你不会懈怠，你不会退步，啊，你看，极乐水说法，七宝池里的水流水。有声音，你细细听，他在讲经，鸟在说法，树林在说法，啊，一色一香啊，悉皆圆明具德，没有一样不说法的，啊，所以
六根接触六尘，都受到正法的熏习，所以他成就很快呀。也就是到极乐世界成佛很快。是任何一个世界都比不上的。夜夜皆是芸芸过海。圆明具德，圆圆国海，前面我们都学过，圆满到了基础。后面这一句，皆是真实之际。圆明具德，圆圆国海，我们明白了，真实之际是自己的本性。真实之际就是自性，就是法性，就是实相。佛因夜夜皆是弥陀大觉真心的果觉妙德，前面讲真实之际。是从性相上讲的。这个地方讲，阿弥陀佛，大觉真心，妙果觉妙德，是从理事上说的。阿弥陀佛在因地，法藏比丘，在他的老师，世间自在王面前。发48愿，48愿不是凭空想象的，是他有济世的大心，知道一切诸佛刹土里面，六道众生很苦啊。迷得很深，造的业很重，怎样帮助他们圆成佛道？这个愿太大了，他求他的老师，世间自在王佛。教他是在世间自在王佛讲设法诸佛刹土，用他的神力展现出来给他看。他明白了。亲自到诸佛刹土里面去考察，去观摩，去学习。48愿是这么来的。每一愿都有实际上的背景，不是凭空想象的，所以无界的世界。一面看，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。每一个世界里面好的，我统统要；不好的，我统统不要。所以，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是集诸佛刹土里面最美好的大乘。所以，这个世界建立之后。当然就超过一切诸佛刹土，阿弥陀佛的愿满了。这个世界建成了干什么？
供养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，就供养他们的，帮助他们在那边修行正果成佛，不得了啊。那六道里哪些人呢？有缘的人啊，什么人有缘呢？肯信的人有缘，愿意往生的人有缘啊。他要不相信不愿意往生，那就没有缘了啊。还有呢，真的念阿弥陀佛，真肯念的，这三个条件通通具足，那个缘是满分，这一生就可以往生啊。如果缺个一两条呢，这一生不能往生啊，还得来生后世。一定是这三个条件通通具足，这一生就往生了。我真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我真想往生清净阿弥陀佛，我从今天起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那你缘通通具足了，你就决定得生了啊。条件就这么简单，这个法门不要断烦恼，不要消业障，叫待业往生啊。其实这里头有个极为微妙之事，那就是这一句名号啊，是万德洪名的。念这句佛号啊，烦恼自然断了，业障自然消了。什么时候见到呢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见到了，才真正发现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。啊，这个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们想断烦恼，想消业障，想修无量无边功德，到哪里去修啊？嗨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全修了。啊，所以阿弥陀佛劝我们念佛，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念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劝我们念佛啊。念佛是所有法门里头第一法门，叫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的第一法门啊。下面说又啊，这个业业了，又是我等当人自心本具之如来智慧德相。这一句话是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的。佛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到极乐世界全看到了。你到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无量本愿功德之所成就，到那里去了，发现也是我们自己本具的如来智慧德相，跟阿弥陀佛所修的融合在一起呀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说明极乐世界跟我们的关系，我们跟极乐世界原来是一体啊。所谓是自信弥陀，唯心净土，这一句话就是
本具的如来智慧的相。啊，阿弥陀佛不是外人呐，是我自性本具的。极乐世界也不是外面的土啊，是我自性变现的。阿弥陀佛是智慧变现的，极乐世界是德相变现的，没有离开自性的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的信心就坚定了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学佛要跟阿弥陀佛学，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模范，是我们的典型。啊，我们的团体，或者是我们的家庭，要想和谐、幸福、美满，向极乐世界学。啊，极乐世界是最好的典范。啊，他用什么样的手段，让每个人都过着圆满幸福的生活，一丝毫欠缺都没有，一丝毫烦恼没有？怎么造成的？教学造成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每一天跟大家上课啊，教学没中断过。啊，弥陀所显，乃我本性，是我加珍，非从外得。那说的多清楚，多明白。啊，讲到最后，原来阿弥陀佛是自心变现出来的。大乘教里的佛说过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一切法都是自心变现的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过，啊，他最后一句话是：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这个万法里头包括极乐世界，包括阿弥陀佛。啊，说明了整个宇宙、整个法界跟我是一体的关系。啊，上面我们跟诸佛如来一体，下面我们跟恶鬼地狱一体。不仅如是，我们跟花草树木、跟山河大地、跟虚空法界也是一体。一体当中的第一德就是亲爱呀。我们中国老祖宗在五伦里面讲的第一伦，父子有亲，自性第一德就是亲爱。
这种情爱不是哪一个人发明的，不是哪一个人提倡的，是自然而然的，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。所以在佛的世界里头，整个极乐世界是一个亲爱的团体，是个亲爱的世界。你说多美好啊！十方世界找不到啊！完全得力于教学。我们学佛决定要往生极乐世界。还附带我们也应当要学习的，把极乐世界的美好如何带到我们现在的世界。那就是我们的人，个人要学阿弥陀佛。怎么学？学他的48愿。我们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，真学阿弥陀佛。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社团，我们的社会，我们居住的这个都市、国家、这个地球，要向极乐世界学习啊！我们现在很苦、很乱、很苦啊！为什么不学极乐世界？把极乐世界这些优点、好处搬到我们地球上来，我们这个地球就变成极乐世界了。可以做，不但可以做，阿弥陀佛教我们这样做法。前面经文我们读过。他希望我们这么做，他只是在宇宙当中建立一个示范点，这个示范点建成功之后，希望每一个佛国度都向他学习，每一个星球都变成极乐世界。从哪里做起？从我心做起。我们现在心里头要有阿弥陀佛，心里头要有48愿，心里头要爱一切众生，要敬一切众生。从这开始这就是佛家讲的六合敬呐。我们要和睦相处，要平等对待。经宗所提倡的三福六合在三福这里加三根在六合这边扩大真干。三福第一个孝养父母，第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。孝亲尊师
这么做。落实《弟子规》就是孝亲尊师，落实《感应篇》就是慈心不杀。以这个基础修十善业道，就入佛门了。啊，《弟子规》是儒啊，《感应篇》是道啊，用儒道做基础啊，佛的根就扎下去了。啊，这样才能入佛门。入佛门，先受三规，啊，再接着受五戒，得成为佛的正式弟子。啊，所以三福第二条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啊，做一个守法的好公民。啊，明理义，遵守法律。啊，佛的戒法，世间的法律，啊，都应该要遵守。啊，然后进入第三条，第三福是大乘福。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这不是普通的因果啊！这个因果是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啊！念佛往生成佛，要相信这个因果啊！读诵大乘全经行者。啊，六合把它扩大了。啊，这个净业三福就是建立共识。啊，如何把三福详细讲解清楚、讲明白？那就是大乘经论，天天讲啊。天天学，根深蒂固啊！啊，从学习当中就得到法喜，啊，真的是快乐人生啊！啊，六合这个团体是一家人。啊，见和同解，戒和同修，啊，戒在儒家就是礼节，传统文化里面所说的仁义礼智信，四维八德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。这是做人基本的德行啊，要遵守啊。佛家的五戒十善，三学六度，普贤十愿，弥陀四十八愿，这都是属于戒律。啊，一定要落实到生活，那就是和谐社会。
啊，身同住，口无增，意同悦，力同均，这六合。啊，六合是一家人呐，大家互相敬爱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。啊，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舍己为人。这个就是佛陀教育的社会。啊，佛陀教育的乐园呢？啊，方东美先生所说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人人都能提升到最高的享受。啊，在物质方面，力和同均，这些理想愿望，极乐世界全做到了。我们要认真学习，啊，在我们怎么做法？先从自己做。啊，自己做好了，你会影响一家人，你一家都做，你就变成一个佛化家庭了。在一个团体里头，啊，希望团体能做到真正是佛化的团体。啊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，中国传统的家庭没有了，不可能再恢复了。那是变成历史了。但是，中国传统家庭里面的道德、家道、家规、家学、家业，那个精神非常可贵。在过去，维系了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，就靠这个。这个东西丢掉了，这世界上四大古文明最后一个就消灭了。消灭在我们这一代啊，我们是民族的罪人呢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期望企业家把中国传统的家继承过来，啊，家道继承过来，家规继承过来，家学继承过来，家业继承过来。中国会复兴，不但会复兴，至少有1000年盛世。啊，这要靠大家努力啊，要靠大家决心。不能只为自己，为自己同归于尽，
走灭亡的道路。啊，起心动念要想别人，不要专想自己。啊，要把仁爱找回来。五常里头第一德是仁。啊，你看仁，仁字边那边是二，仁是二人，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才叫人。啊，专想到自己，你自己将来身败名裂，家破国亡，那是自私自利。啊，所以佛教我们先要把自己放下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，啊，放下贪嗔痴慢，你才能做菩萨了。你才能度众生呐！啊，没有放下不行啊！就先度自己，度自己就是真正放下。啊，从自己开始，认真去做，啊，慢慢影响家庭，影响团体。影响社会，啊，就把我们居住这个地方就变成小型的极乐世界。啊，那个极乐世界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在极乐世界里都有一个小村，一个小镇可以做到。啊，做到了一定就会扩大影响。啊，大家都会来参观，都会来学习。啊，我们学这个佛就没有白学。啊，何学何用？发心念佛，正是诸光还照本体，啊，还照主体。亲切自然，不劳功力了。这话说得好啊！啊，我们要念佛，要求阿弥陀佛加持，啊，让我们心想事成。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建立。极乐世界的家庭，极乐世界的社团，我们先从这里下手。啊，这就是极乐世界的一个细胞啊，把这个细胞移植到我们这个世界来，我们现前的受用，我们将来决定的生。啊，谁来教我们呢？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就是指导教科书，理论、方法、经验全在其中。啊，你细心去读，解决不了的问题，这里头都有。啊，宝典呐。亲切自然，不劳功力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是自心上的，自心上变现的。啊，
都没有离开自性，是故能广施真舍之力。啊，凭什么广施真舍之力？贫者，弥陀所喜，乃我本性，就凭这个啊，是我家珍，非从外得，这是我们的真凭实据啊！我当然可以做到啊，谦虚，我可以做到啊。对别人恭敬，我可以做到啊！啊，跟别人见面满面笑容，我可以做到啊！我何必天天板着脸呢？啊，从自己做啊！啊，没有人对你笑，你对着镜子笑，你看他也对你笑，那学笑嘛。啊，无论对什么人，欢欢喜喜，一团和气。啊，你看中国寺庙，一进门，把弥勒菩萨摆在门口，叫你干什么？叫你进门呢，要笑面迎人。他就教你这个的。啊，欢欢喜喜。啊，一切时，一切处。见每个人都欢喜，头一堂课啊，第一桩事情啊，啊，以欢喜的心待人接物啊，所以呢，亲切自然啊，才能够惠于众生的真实之理。本品表法藏大师。修如是之妙音，我们读了这一篇，要学法藏比丘修的音，音太妙了啊！所以他能够证得净土法门如是的妙果。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建立一个极乐家庭。极乐社团，极乐小区，那就是我们的妙果啊！啊，这就是真的向阿弥陀佛学习啊，真的向极乐世界学习啊！啊，我们天天在学，到你家，你家不是极乐世界，家里不是一团和气，啊，那你没有学到啊！啊，学了之后就要改变。啊，真正落实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缘，真要落实啊，把六合敬做出来，无量的功德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。严禁佛土啊，这里都有两小段啊，成就妙土，这第一段，我们看到你要努力啊，啊，我们要从极乐世界取经呢，一直啊，种到。我们现在居住的地区啊，一定要做到。从哪里做？从邻居做起啊，从我隔壁、左右隔壁、前后隔壁，从他做起啊。见到他们要有礼貌，要打招呼啊，慢慢就感染了。啊，
他师父家有邻居，那么就扩大了。啊，要学会常常送礼，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啊，要常常关怀，要常常照顾。啊，有困难的时候主动去帮助别人。啊，你居住这个村，这个小区，将来就变成模范了。啊，要以极乐世界的标准，啊，去做。阿弥陀佛欢喜，你不但念佛了，你真干了，那极乐世界非常需要你啊！啊，他绝对不会忘记你。啊，念佛不真干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念佛真干。所修佛果，开阔广大，超胜独妙，建立常然，无衰无变。啊，你看要怎么样才能做到？所修国土，下面四句，表所严禁之佛果。啊，你看他庄严清净，啊，开阔广大，开张也展开，啊，阔呢是空，是大，是虚，有这三个意思，啊，所以这开阔两个字的意思，空阔之谋。啊，广大了。往生论里面说，究竟究竟如虚空啊，广大无边际啊，极乐世界大。啊，这就是往生论上讲的，就是这一句经文所说的意思相同。啊，净银书曰：“开阔广大，明土广也。”它怎么广的？我们记住，佛在《大乘经》上常说：“一切法从心想生。”我们的心量大，国土就大。心量小，你居住的范围就很小。啊，心量不能不大了。啊，中国有个古谚语说：“量大福大。”真的不是假的。没有福的人，量小，只顾自己，非常吝啬，啊，这个人永远没办法发展。啊，我自己这个人没有福报啊，前世没修福。啊，可是前世呢，修了一点智慧。啊，智慧真的把我心量拓开了，所以虽然没有福报，啊，我这一生没受什么苦，活得很快乐，
喝得法喜充满。啊，凭什么呢？心量大，一定要能包容。啊，经上常说，心包太虚，两周杀戒。你看佛的心这么大，现在我们知道，我们跟佛没有两样。啊，无边际的心量呢，是我们本来有的，一点都不稀奇。啊，为什么迷成这个样子？啊，破迷开悟啊，心量就脱开了。啊，爱自己，更爱别人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啊，成就自己，更应该成就别人。成就别人才是真正成就自己。啊，孤身显现，你看他们成大功，立大业，没有一个不是大心量的。啊，心量小的人做不出来啊。所以我们要第一桩事情，要拓开心量，要包容所有的众生。啊，佛包容十法界。啊，他建立极乐世界，要包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。你看心量这么大，所以感得的国土开阔广大，无量无边呐！家乡书里面啊，净言书名图广也，家乡书可以安中为宜。这就是会师一切众生的居住学习都能得到安全，让他安心在这里学习，明净土啊，广安众生之中啊，当然啊，无限界啊，无限界就是无量无边的，它真大了啊，能够安住啊，净心思戒律，无量德成果。我们看到前面48愿。啊，看到阿弥陀佛他的愿心，一切皆成佛，这一句还得了吗？啊，他是什么心呢？帮助一切众生个个成佛，所以感得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这一切众生并不是根基很好的六道众生呐，建立极乐世界是度六道众生为主，
啊，声闻缘觉菩萨是附带的，啊，主要是对六道众生，这个心量多大，这个心多慈悲。啊，今现是无量德，就是48愿，无界修行。那么极乐世界建成到现在十界，这个十界的教化，啊，真实功德了。综上三述，盖佛国开阔广大者，乃法身大士无量妙德之所成，啊，国土空旷无有涯际，就是没有边际呀，能广容无尽往生之众，无有极限。啊，跟我们地球不一样，地球不大，在太空当中是个小星球。啊，太阳比地球大30多万倍，啊，太阳在太空也不是个大星球，比太阳大的很多，啊，那我们知道，极乐世界跟我们这星球都不一样，我们这些星球是法相土，阿赖耶的相分，啊，阿赖耶的境界相，相分。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土，本质上不相同。啊，阿赖耶的相分是刹那生灭的，这科学家看到的。那法性土没有这个现象，没有生灭的现象。啊，极乐世界人是法性身，也不是血肉之身，法性身。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刹那转变，啊，甚至于科学家告诉我，我们的呼吸，每一次呼吸的这些空气，这里面的分子都是新的，没有一个是旧的。旧的没有了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希望大家永远记住这句话。科学家说，每一口空气都是新生的。那，为什么是旧的呢？是因为你想它旧，哎，它变旧了，新生的就变旧了，那你就不健康了。你要知道，每一口空气都是新生的，你呼吸得很健康，没有旧的。啊，现在我们完全了解这个意思了。啊，因为每一个微粒子的存在，只是1600兆分之1秒，你找不到它。它根本不存在呀！啊，所以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新的。啊，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的一些细胞都是新鲜不住啊，全是新的，没有一个是旧的，旧的完全没有了，不见了。啊！可是我们人都不知道事实真相，都认为是旧的，都认为是老的，所以人活得越活越老，就这么个道理啊！
你要知道信心不住啊，不就永远年轻吗？那怎么会衰老呢？那老是你念头上老，意念上老了，它就老了。因为物质啊，是随着念头转的。啊，我们念头快乐，我全身细胞都快乐。啊，我们忧虑，全身细胞都忧虑，你不是自找麻烦吗？啊，所以烦恼的事情别想，忧虑的事情别想，多想一些快乐的事情。极乐世界快乐啊，没有一个人不快乐啊。啊，与人相处和睦，你看多快乐。啊，利他多快乐，自利就不快乐了。啊，自利就小心眼了，啊，利他心量开阔啊，啊，念念利他，不要搞自利。啊，西方世界。因为是发现土，发现土就没有边际了，没有极限了。啊，像我们现在科学里面讲的，跟我们是不同维次空间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可以说极乐世界无处不在，我们看不见。空间维持不一样啊！一念佛，念到一心不乱，就看到了超神多妙啊！这是赞叹呐、妙，法华有意云。法华有义是法华经的注解，妙，敬畏深远之称。啊，这法华经上的解释。又，大日经书，这个也是第一卷，他说，妙，明。更无等比，更无过上，这叫妙。什么叫妙呢？没有跟他相等的，没有能跟他相比的，没有能超过他的，这叫妙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真的啊，十方诸佛刹土啊，不能跟他相比啊。没有跟他是相等的啊，当然更没有超过他的，妙啊！啊，是为无比无上为妙，又如净严疏，超深独妙，明土甚也。就是居住的环境。殊胜独妙啊，说明了设方一切诸佛刹土不能跟他相比，没有能超过极乐世界。慧素云：超深独妙者，明非特广大了啊，不止，这个非是不止的意思啊，不止广大了，其中庄严之事身土一正
戒习第一无比，超诸佛刹。啊，十方诸佛世界不能比啊。第一个是身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的身，身的体是紫目真金色身，相身有84000相，好，每一个相有84000好。我们这个世界，如果真找到一个人，有32相80种好，了不起了。32相80种好，怎么能跟阿弥陀佛比？啊，阿弥陀佛，84000相，每一个相有84000随行好。啊，84000再乘个84000，这个身相我们无法想象啊！啊，这是身呐！啊，你居住的极乐世界，图是极乐世界，啊，也没有办法相比，法性土不是阿赖耶的相分。我们今天用科学的这些高科技、精密的仪器观察太空当中，所有的星球全都是阿赖耶的相分。啊，跟我们地球差不多。啊，我们见不到法性土。啊，科学的仪器达不到。啊，一是环境。啊，正是直的，佛与菩萨。啊，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这都成为珍宝。啊，这四桩事啊，戒习第一无比，超诸佛刹了，最为精，这是精美，故为超神。超越一切，殊胜无比。啊，唯此一土，最不思议。故言独妙，在一切诸佛刹土当中，只有极乐世界特殊。所以它独妙，没有第二家。啊，那么诸位同学要记住，我们往生的极乐世界是往生的独妙这个净土，太难了，太不容易了。我们运气好啊，遇到这个经啊，搞清楚了。要不遇到这个经，你怎么知道这桩事情？啊，你怎么会到极乐世界去？要相信这部经，字字句句都是真话。啊，释迦如来说的。翻成中文，五种云一本。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，
字字句句都是五种译本的原文，自己没有敢改动一个字。啊，这他对我们负责任的。啊，他要改动的时候，我们对他不相信了。啊，说明字字都是释迦亲口所说的。此下，佛举七事，举例子，举七个例子，以显极乐之独妙。啊，跟你讲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书第一，为法报应化，所处本国故啊。其中本国呢，就是指极乐世界。这个意思是，极乐世界是化身佛、报身佛、应身佛、化身佛三身果佛之土，故超住应佛之化土。这是第一桩，举的第一桩啊，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，四种阿弥陀佛，化身弥陀、报身弥陀、应身弥陀、化身弥陀。化身弥陀呢，在常寂光啊，在常寂光里面见到化身弥陀。在十报庄严土见到的是报身弥陀，在方便土、在同居土见到的是化应身弥陀。那化身弥陀在哪里呢？化身弥陀是戒引大家去往生，来往生的，这是化身啊，化身佛来戒引大家往生的。但是四身是一个身，这就妙了，这就超身了。啊，所以超越住应佛之化身化土啊，其他诸佛的化身真的是化身啊。啊，弥陀的化身跟真身是一样的。法现身啊，不同其他世界的佛，譬如释迦牟尼佛应化在我们的世界，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投胎啊，事先八相成道啊，当年佛在世，身跟我们是一样的，居住土跟我们是一样的，啊，跟极乐世界不相同啊。极乐世界的化身，他住他的宝土，啊，他不是住我们这个土。
不一样。这个是独妙之处啊。啊，所以这是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我们了解了啊，三生古佛之土。啊，这就独妙了啊，所以超住应佛之化土。其他应身的佛，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地方来，来属于应身。啊，弥陀的这个应身跟释迦就不一样，啊，就不相同。第二，佛身广寿超过诸佛。因弥陀为佛中极尊，光中之王，寿命无量啊！啊，这是真的无量。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我们在经典上读过。啊，寿命真的是无量。有人说，极乐世界的无量寿，是有量的无量。这话说的有道理，有根据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啊，化身菩萨破了无明之后，就超越十法界了，住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也有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十宝庄严土从哪来的？无始无明，习气未断，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所以住十宝土。极乐世界的十宝图跟一般诸佛的十宝图不一样。啊，不一样在哪里呢？诸佛如来确实习气没断。极乐世界的时候，那个十宝图是佛愿力成就的。凡身同居图，方便有余图，通通是四十八愿愿力本愿功德之所成就，它不是属于烦恼习气。啊，你像我们这边四圣法界，啊，六道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十法界四圣法界是无始无明跟尘沙烦恼变现出来的，这两样东西没有了，十法界就没有了。啊，十宝庄严图呢，是无始无明习气没断，是这个东西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极乐世界不是啊，阿弥陀佛本愿功德之所成就啊，不一样啊。
啊，所以阿弥陀佛的这个四种身，法身、报身、应身、化身，跟一般佛不相同。法身是相同，下面报身、应身、化身不一样了，这多妙啊！啊，确实不可思议。我们今天的时间很快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去学习到此地。